这就是他档案里的照片。根据报告，他的年龄是31岁。照片里的死者应该有70多岁。你突然变年轻，是因为你可以偷走别人的年龄。我现在就想神一样，还能控制人的生死。你可借一个人进去见家长，他能偷窃别人的年龄，也应该人家年龄送给你。快拿他年龄！放手，让我出去！ 周一至五晚上9点，8点档 X 元素是由 MediaCorp 神奇生物水20功效协力赞助。